被誉为钟表界最美 CEO 的胡敏山，曾经是一位超级工作狂。即系早紧嘅翻公司，然之后放工两年。冇 live start。我记得有一次我系喊住翻屋企。近几年成长唔少嘅胡敏山，对人生亦都有新嘅睇法。想知更多内容，就留意 Now 102台，今晚8点102官星总部 Land Rover 品味呈现 Vinci's Code。